你鬼牌放在地藏殿，就等于那个鬼有通行证一样啊，因为你已经让我进来了，我就进来啊。你如果把它化掉，有活菩萨、有护法在，他们就没有办法进来，你知道吗？你放在地藏殿里面了、啊，他托放在地藏殿里面，等于这些鬼全部有身份证可以进来。他放的是什么？十方无主孤魂呐、啊！十方无主孤魂是任何鬼都可以进来啊！那还得了？他其中有一只是十方无主孤魂，也就是十方的没有主人的鬼都可以进来，他就等于有身份证一样。所以真的要小心了、啊，尤其是那些招鬼的，